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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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world. You know, I really thought more people would recognize me here. I'm the host of the soundstage, but I guess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not really that well known. It's not really my kind of dive, but anyway, I'm here to talk about Hiperson, part two of the mini-series we did about bands from Chengdu that were part of the Douban website Beyond the Billboard Showcase. We'll get right there in a minute. If I could just get a reaction out of somebody, that'd be great. Oh, hi!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给人类打招呼，取了 Hiperson 这个名字。我们的歌就想表达一个年轻的状态下，然后对我们周遭的一些很自然或者自然中不自然的一些反应。
成都就是给人感觉像一个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就是你穿过中国的那些山脉，然后你就走进一个隧道，然后进去之后里面全都是天府之国，就是天府之国，然后给就是生机勃勃的感觉，一年四季都，因为那边就是不是那就是常绿的树木，一年四季都是那种绿色的，都是绿色的，其实成都的人挺开朗的，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大家就特别喜欢玩，然后老年人可能就在茶馆，小孩子在公园，或者是无处不在。成都的有一家 live house 叫 Little Bar 小酒馆，它应该是就中国最老的一个 live house， 九七年的时候，就也不说中国最，就我们那个方向西南方那的城市里面最早的一个 live house， 然后就当时九七年。那时候我还挺小的，但就听很多长辈说，就九七年有了小酒馆以后，然后成都就有挺多的独立乐队就一块儿也出来了，然后就在小酒馆演出，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基本成都本地的乐队还有就西南地区的一些乐队基本上都去小酒馆演出。一个乐队有男孩还有女孩，就在我们乐队这个情况有一些就奇怪，有些诡异，有些时候，因为我和我们主唱在谈恋爱。那你来说吧。我觉得就可能女孩和男孩在一块儿，也许就是在一块儿创作可能性会更多，但是问题真的更多。我们常就是吵架不可开交，然后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除了在感情之外，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生活去外出，女孩子的心思可能会比男孩子稍微细腻一点。就每一首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不同方面的东西，就比如乐园和门，然后和他打定主意做一个游客，我觉得这都是生活的很多个方面。然后因为我们歌词就是写的还挺明白的，就比较具体，没有太，因为它是中文。对对，因为它中文。